是说哈，汇入表单如果像刚刚同学有完全没有的，那你可以用汇入的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那个模组，模组本来也没有，所以如果这个模组哈，你看一下底下你没有模组，那你记得按右键，你把它怎么样插入一个模组嘛，对不对哈？插入个模组之后的话，它里面会有东西。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上面东西的话，你就怎么样呢？很简单啦，以后哈就直接从云端上先贴好了。云端上面不是有，这一段、这一段、这一段，那你可以把这边这几段哈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贴到什么？贴到这个上面。那 Home 点秀这个哈，如果没有了没关系，我也把它放到云端上好了。好啊，如果说你要贴的话，你就直接怎么样？从这边贴也可以啦。好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少打，不过我建议就是说哈，你可以先尝试过 OK 了之后，然后自己再怎么样，再去重新做过了一遍。那往后当然程式码我都会帮你们放在这里的哈，主要是让你们可以比较没有那个挫折感啊。因为至少贴的你还可以，不然的话，以前我是让大家自己慢慢打啦，不过我发现那效果不彰，因为很多的同学哈，光一个什么一个空白，一个什么逗点句。一个什么东西都打错，然后就在那边卡住了哈，所以光卡可能可以卡一节课了，那当然，我觉得不是很 OK，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些了哈，至少你要知道说该复制哪些东西，贴到哪里，至少你这堂课你要学会 Ctrl C Ctrl V，贴对地方修改一下，至少会啊，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哈，因为不是本科系的嘛，所以也没有受过程式训练哈。所以很不容易啦，哈，那至少你要会贴啦，会改就可以了，哦，这个第一点。所以你把这边嘛复制之后，哈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模组上面，也许模组里面通通没有的，哈，你就记得要懂得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哦，那一个就好了，你不要一直像有些同学之前就一直想说，哎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就一直插，其实它已经出现了在下面，有没有？下面这边，哦，啊，如果太多不要了，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。不要汇出，就留一个就可以了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个了，因为有些同学，一直插入，那不要汇出，就是留下一个，然后这个就可以了，那再把程式贴上，你就可以 work，然后这个一个 sub 就对应一个按钮，一个 sub 就对应一个按钮，OK，大概是这样，那最后你可以把它 home 点，游标放这边执行它，它一样会把表单给叫出来。好，这第一个哈，可能大家的共同问题大概会有几个哈，不过你慢慢熟了之后哈，表单大概就是这样做。第二个就是说哈，同学有遇到问题，就是说，假如我填了资料之后哈，可能会去遇到几个问题，比如说第一个，我填了资料，填完之后哈，可能问题就发生了，就是说我也许填完资料，然后我希望做几件事，刚刚同学问的问题。按新增之后，那我需要多，因为我程式没有多写那些啦，就是新增之后，我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料填过去之后呢，也顺便帮我把游标移动到那个位置，移动一下，因为如果我现在按新增的话，它不会怎么样，不会跟着动，所以你感觉好像它没有新增，但是它已经新增了，好，所以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呢，当你新增完毕之后呢。最好也可以把这个旧的资料给全部删光光，清空嘛，哈，不然的话你感觉好像到底有没有新增，如果不知道还会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会多按很多笔了，哈。所以，如何增加刚刚这两个功能？第一个就是怎么样，可以把游标移动到最下面，有没有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可以帮你把它清空。那要怎么做？哈，其实，如果哈你的直觉是这样，以后要写到哪里？